笑，大仙不闹。摸不来，王道君补上。不行，王道君这把选不出来。行行行，王道君好吧，金牌阿君，让我拿捏一把。嗯，上面被欺负了，那只有我来含泪吃下兵线了。打他！来。这什么鬼呀，我过去想吃个冰没吃的。这边队友来了，也有点小送。这边八个一技能没准拿到了。打他！我笑了。好吧，很恶心，没办法。等一下，钟馗在我脸上画，在我脸上扭捏一下，就让他被打。扭捏，扭捏，扭捏！打他！我。好。打得不错啊！我这根破冰杖什么时候能出来呀？71块钱，71块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的 show time。哎呀！哎，这是没一个好动的呀！我动到这个猪八戒了，休想我兄弟！他把他推了一下，我爱你，阿飞，还是有翻盘机会的呀，不要慌。老老实实帮射手拆虎就行了。啊，这什么？抬手别勾了。洗澡，动一下。哎，哎呦，什么？哎，洗洗洗洗洗洗洗。不愧是你啊，大仙！我本命王道君都看不下去了。哇，真的是我这把被，我这把被压制了。王道君至于玩的这么菜吗？虎牙688，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